AG 大帅连胜冲进巅峰前十获奖励。哎，哎，已经第十了。放个头像截个图，然后发给我就行。哦，多少米啊？500。这么爽吗？看到还有两个 AG 头像在榜，突然显得很意外。旁边工作人员却霸气回应：后面还有很多。对，这哪来的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啊？这谁呀、啊？嗯，不能说，不好说。这哪来的呀？怎么突然天降两个呀？怎么空降啊？闪兵吗？还有很多。还有啊？难道 AG 真有那么多隐藏的大神吗？但眼尖的小伙伴们其实都看到了，在大帅切换间隙，两人职业 ID 已经显现，这不就是忠义和长生吗？加上大帅 AG 首发，一共三人冲进巅峰前十，而工作人员口中所谓的还有很多，大概率是接近榜时的 AG 其他选手。虽然冲进榜时的选手都有500原子的奖励，但这种互相比拼的冲劲才是难能可贵的。